我要吃鸡啊！你去花莲，等来啊！三零古拢嘞，你是啊啦？去花莲等来啊！我你讲来啦，哎呦，歹食着哦！好，三零，嘿人，三百三米，三米五包，四百八米，四百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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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出来，我可以讲一点吗？我讲一点，站着嘛，我可以讲一点吗？嗯，可以。过来，再讲一点对不？哎，行啦，我你讲来啦，来啦，来啦。来。好，过来吃虾仁的无？剩只一点无啊？过来吃虾仁的，嗯、我就吃三百块虾仁，谁要吃的三百来？虾仁三百块，我想要吃，来三百来，过来吃虾仁的无啦？不然我就吃三百块，你想要吃三百都来，三百块虾仁，我想要吃三百都来，过来吃吃虾仁的无？不吃我就吃三百块，你想要吃三百都来，虾仁三百块，要不要多来三百？还过来吃虾仁的无？不吃我就吃虾仁来，我吃来。好，过来吃虾仁无？快点给我买春山三零零啦，好来啦。来，好，你讲吃虾仁无？我以为我就是三百块才吃虾仁嘞，三百。还有谁要知道？现在三百块，我想要吃三百，都来。虾仁啊，我就是三百块，你想要吃三百，能不来无？三百，三百。还是买三百的，好啦。我想要吃虾仁嘞，我存单生了无偌济啦吼。要吃我就是三百块来做三百，现在三百块谁要吃的三百？来吃三百无啦，虾仁。在收鱼啊，收鱼。来，过来吃虾仁的无？要吃就吃三百块，你搁想要吃三百的，好来，现在三百块谁要吃的？三百。好来，你来买啦，来三百。他刚才刚才在等你，好辛苦啊。来，这样一包无啊？先讲就这样一包啦，来。好，这样一包，这样一包啦吼。要吃虾仁，我搁这样一包，我想要吃来，来。来三百，搁想要吃来，最后一包没有了，三百块，来吃无？三百。无啊，三百无啊，还有黄宇，先处理掉黄宇，所以咱三不归位啦。来，我跟你讲，黄宇下面这里，我跟你讲，镜头黄宇啊，真当吃头，我们吃这个靠白面去哩。讲讲真嘞啊，啊，这一年无啊，哦，一尾卖偌济？三百、两百、两尾卖五百，哦，三尾卖六百，开五百，我吃就五百块，黄宇，我就吃镜头啦，五百块。来，我跟你讲来，这尾上个就是五百，黄宇，五百块黄宇，你们吃无来？太贵了啦！太贵哈！我赞成，我讲来，只要我请你来，五百都好来，下一只五百块。太贵，太贵了这个。够太贵哦！过来，你只行业好做一个人了，我讲啰嗦，等下我点上一遍好来。来，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、五百。好啊，妹。来五百，一个来，来这边五百啦，提一百。哎呦，你别来哦，拢无你啦。哎，我爸，还没嫌啦吼，好啦，对啦，对啦，好不走哦，差点七只啊，七只好不好？好来，好来，七位，七位，七位，好啊，差不多，哎呀，差不多，很便宜是吧？七只是最便宜，别人的钱都不是钱啦吼，哎，定位对啊啦，来啦。这个白带是一份较水的啦，吼，你这无多香的。来，我只系对盐酥酥打针好食嘞，出来嘛跟你讲啊，来，我讲吼，咱就是白头啊，我讲一袋偌济，我讲无多香，较贵一斤才两百八啊，我讲真个啦吼，啊有多香一斤才百八两百，啊，我讲一袋袂偌济，一袋够无超过九十块啦，我再三就四袋五袋，就是来五百，来四百，靠，要讲食济啦，咱大讲要食济啦，好。啊！大只等我十秒前歹势话，吼，四百三五开三百，安尼啦好无？别多伊啦，吼，六千三百五就一条带，发较实在嘞，都买，才一百哦。无啦，较实在，买唔着安尼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对啦，对。安尼我咪甲你讲一讲，我顶过会坐一边好无？你大家来接受啊，只啊开三百，你生意无好来，我讲来定来，我讲一地八十，三地两百，你无地买。安尼啦，好无？我三地两百，我未用另外种方，未话你未接受，你知无？我讲还四地两百，哦，四地两百，啊，四地三百，你无得买来。春内大姐，我请你，卖阁给讲来个，啦，
300块就对了，过来，你绝对无得你六点七、八、九，还再来300，来300，来300，等一下，来300，我也不会算，来300，我也会，没关系，慢慢算好不好？对哦，来300，另外。来，停下恁家那个无看的，来，过来，好啦，来300，来300，好啦，过来。好好，有一圈来，好，有一圈，什么食的？我跟你讲吼，你若想要食有无？等于三好食，餐厅煮一份偌济，一份价无超过200，吼，一份价无200，这包煮咧四份卖200，卖500，安尼好无？卖400开300，好，你讲这个啦吼，开200块，下一只200块，200，下面食这个200块有无？200，无啦，哎，还大哦，200块在里面。我200块2包，今天有想要吃，我跟你说，餐厅在煮一份200，这包可以煮到2份400，200就对了，你一包再送一包来200，好，来，来200，小姐来200，来，好，来一个，好，再200，蒜里头土，蒜里头土，人要爱无牛排，来，好啦，我咧讲来个镜头啦，好，赶快做少一下，镜头最好一千无啊，好，再加那个一包一包做400，200就对啊，要一包个上一包来，下面两包，200，搁啥物爱的？200，无吼，200无安吼，吼，有钱无安吼，有一圈啊，我招一个200无安吼，拿回来。来了，各下面搁来三个无？可能有，这边是在造势的。放心啦，放心啦，有啊，来我来讲来，这个，来，这尾乌鱼，500，400，300，200，乌鱼，200，要一尾搁送一尾来200的好啊，下面来的200块，带你比赛哦，来，好，再200，讲起来200，多200块，到下面吃200，好，200块一个人。好啦，不要带鳟鱼啦吼，带那个鳟鱼大部拢鱼腹肚，脚只偏破，你知啦吼，鱼腹肚破到样死啦，海长用水好食来，哦，这尾卖偌济？1800-600安尼好无？啊，带500、400、300，啊，我讲，哦，两尾卖600，开500块，500块食了未？可以啦吼，好啦，鳟鱼拢比你啊500。等那客人那么，鳟鱼啦吼。那个大哥啊，高高的那一个。好，观众哦，铁路排骨便当的排骨，卖200块，昨天卖过讲，看到无？哦，卖200块，一地卖讲卖90，卖80来，哦，卖200，哦，两地卖400，开200，安尼啦哦，等用再用，喊你用一个财力拿回来200，还200块，来我就一个来，哦，200来，我先不吃，你知啦哦，我今天吃我卖几落便当，就是恁吃牛肉歹消，我才去改变牛肉。再送这猪肉出来，咱讲真的来，好，煮200好来，再一排骨好就一200块，再要吃200，过来，好，你无在买啦吼，五块200，过来，好，要吃来啦吼，这人地方就钱，煮200好来，我再要吃200块，有人要来无？彰化的花坛，要吃来我就吃200好来，200块谁要吃的？下面有铁路排骨便当的排骨，我就一200块，什么吃啊？200块还有吗？200，我就是无下地吼，200块什么吃啊？我来台北来，好，200块，谁要吃的？200块，什么吃的？200块，大家用钱用哈在你，200。
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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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百倍，安尼啦好无？我餐厅咧煮一个百倍，我讲，他百倍加百倍偌济？三百六啦，安尼好无？哦，三六开三五一个来，啥物事啊？三五你无得买来，三百好无？三百，两百倒来，看请食两百块，你食无就食200块。来，我你讲来，食来倒200块，请食伊人虾饼200。有啥物食这无？就食200块，安尼袂做白。200块，啥物事啊？200，有啥物事无？200，我就食200块来倒，啥物事啊？你老头啥物食这？圆圆的哦，那叫鸡堡吧？这是香鸡堡。唔知呀，我去，我去来。有人讲要虾饼，我就借200块，想要借哎，无用。快讲虾饼200块，昨天买有几个？还有啊。哎，鸡堡就借200，都200块。现在吃虾饼，我就借200。有人要来无？虾饼。啊，你买来咩呀？没有，没包。鸡堡。来无？你的香鸡堡啦，鸡啊，香鸡堡跟这个不一样啦。人家虾饼，这个月亮虾饼，啊，你讲的是卖香鸡堡不一样啦。哦，我就借200块谁吃的？无吼，啊，我买别个买来，我你讲，我比较紧的吼，来咯，来吃别啦吼。大狮子头啊！狮子头，我唔知讲是倒位重要，带我来，我买买咯，买个带，太鸡母。哦，你等下真的好食，钱好食，香的好食，煮汤好食来。我讲这杯偌济，一斤300二。哦，这摆虽然无钱，这摆好一斤啦。哦，300一个，对啊，300。来，好，这摆300，两摆600，来多一个。